小弟先受小雨，阿兄，其实来到这，你今生还够一段路的。小弟我有几句言语，想要向你言道。小弟看你言语，你衰啊！自细汉期间，你对我非常的宠爱，咱双人来到此地，头前面就是天线桥。假使讲人挂马过月，恐怕会危险。我心想，要不安尼先，你先过。 我甲祖宗买皮卡给你，小弟啊，阿你来这尼啊可爱，要无安尼是，你做情大哥保护你啊。那会用是嘞，你是我的大哥，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。好啦，既然是安尼是，我做情，要落我现地了。 大哥，不是讲养母，你这臭小子，你这不应该跟我情缘断爱。我要爱英哥，你既然提出我一步向伊表白，我跟你讲，自细汉我若要爱啥，你就拢安尼有多好我。假使讲你今天愿意从金表娘好我，咱兄弟也袂同去干戈。今仔日。 快快哦，来离开！你若愿意离开杨哥身躯边，我袂爱你性命。无可能，金彪我无可能动，杨哥我也无可能动。感情之事，敢是你当游戏，是公牛给当牛吗？江爷母，是你逼我看病。哎呦！